Hello， 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 vlog。它现在应该是凌晨4:50的样子。我一会儿7点钟的飞机要去三亚。海南的温度我看了一下，好像那边的话应该是，白天有26度到28度吧，然后晚上的话18度左右，跟上海的温度差距还是挺大的，不能感冒啊！一会儿在机场可以见到我可爱的小酷宝，真的好冷。Hello， 佣人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给金姑姑投票哦。金姑姑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喂，我拉屎去了。喂，太恶心了，不拍了。先吃。你明星怎么戴上墨镜呢？好拽哦！哦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是的。因为太阳太大了，然后如果太阳太大，眼睛会皱眉嘛，皱眉的话，对对对，这地方会长皱纹。对对对对。我要一个人漂漂亮亮上去。对对对。以后就是个糟老头子。对对。以后就很老，然后我就很漂亮。对。然后出去的时候，人家会说：“哇，这是您哲吗？”是我妈妈。是我妈妈。干嘛去啊？可以。你想去吗？你想去吗？我很怕。我不去，我怕。我也很怕。妈呀！哎，金姑姑，他要拍照片，你站在那里，你可以摆点 pose。手插口袋里面，口袋里面哦，不是这个口袋，是裤子的袋子，带八字，是人家，头发披起来一点 ，OK， 披蓬松一点。脚要不是这样子的，丁字形，丁字步，妻子像一个妻子一样，然后你手可以插袋里面。你在叫我做事情。对。我要去健身，吃多了，我的肚子不行了，走了。他还在睡觉。等下要你开场，明天后面务必。明天要你开场，明天你开场，你就第一个走出来，你会不会紧张？没有。会不会紧张？正常走路就行了。正常。不会这样走啊！他会说我可以退货吗？请问。炒点香菜，我才不吃香菜，香菜狗都不吃。家人们，我现在准备出门了，我都刚刚换好了衣服，然后我决定出去之前去阳台上面再看一下，因为我还没有好好的去看一下这个阳台的海景。这是我的一个瑜伽垫，然后这个瑜伽垫的话，是我基本在外面过夜的时候我都会带，因为我如果现在是属于我一天不运动，就是一天
没有动，我就会整个人非常很焦虑，然后很恐慌的一个状态。我希望这是一个好的习惯吧。然后我最喜欢的是这个角落，我感觉躺在上面，感觉自己就好像成为了杨贵妃。杨贵妃180斤。哦，那不要，我半个杨贵妃，1/3吧。咱们这样端着走啊，我现在出去。今天的行程安排的话，就是金姑姑她需要去彩排，然后我的话，我去找个地方去逛一逛，我想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，我送她去彩排。你知道吗？那个恭喜在捣乱，然后她就是也说我出发前一晚上她一直没看到我。然后他以为我是不要他了还是怎么样，昨天他就从那个栏杆上面一个那个挡的那个小窗帘板就跳上来，他不是找我吗，到你的房间里面去看，然后发现门是开着没有人，然后跑到我的那个房间那个主卧外面去等我，好孤单好无助。然后他那么小的一只小狗狗，他要在这里就是转来转去的，他爬楼梯爬到这里，然后他要想怎么上去，然后他有点害怕，然后咔决定上去。没有困难的工作，只有勇敢的小狗狗。恭喜！你在家要听话，懂不懂？你不能随地大小便啊！我只是出去了啊！他睡了，你别和他说了。我没有把你丢了啊！他要睡觉了。你睡吧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！你不能随地大小便。太强了！求。拍飞 logo 的时候是这样子，不要信他的，这太假了，真的。我戴个口罩。怎么？别摸我，变态！是变态。我先送他去，不是彩排，我送你去那个化妆，然后拍摄。我防晒霜要被你磨掉了。你现在是不是要去化妆？哦，是的。你要变成哪一？你是 DJ 吗？你在搓碟吗？今天是9号。8号、9号、9号。今天是9号，明天10号。今天晚上你要彩排，然后明天的话会开始正式的活动。嗯，好，我知道。哎，下午我去干嘛呢？下午吗？对呀、啊。去玩啊。你有什么想买的东西让我帮你买的吗？没有我想买的，但是我觉得我听你说话，你很想买，但是你就是先问我，先装，你有什么想买的吗？然后你本来你想去买，然后我说，哎呀，那给我买一个，你刚好你买10个，然后给我买一个。这样也是我在为你考虑呀、啊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这是装的呀，这个。啊，都在这里。等一下，给他带一双那个10块钱的拖鞋。抓一双，抓一双。我把你买条10块钱的泳裤，然后你可以去游泳。我现在要去给金姑姑买椰子冰，她很想吃椰子冰，跟个玩具车一样，好小。今天买了什么？肚子这么痛还出来？我是肚子不痛，我今天就是买了一件毛衣，然后买了一个装饰性的项链，然后用3倍肌肉的活动，我换了一个美国4×5等于4,000的优衣的白条，我现在很快乐，我很开心这个活动。那我再选一次，我用某人其实是有点痛，我还是要去了解一下，出来逛。牛逼，这就是女人吗？躲着嘛！啊，你怎么不好意思那么帅？今天，谢谢。今天是小帅哥，今天是欧巴。谢谢。
现在是下午2:41，我和悠人刚吃完饭，金姑姑化妆回来，她说她的饭呢？不是，我发了微信，她都不看手机。你怎么知道我没看手机？我手机放在……是因为我刚，你看你现在去看我刚发了什么就知道了。你手机在，你就在。你手机这是什么啊？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应该是个手机吧？你先给我看，你别人的看到没有？别人的这个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不需要，谢谢。不用谁，不用谁，你先给我看你的手机，谢谢。确实没看，理解。走吧，我们出去吃吧。衣服啥的先放这里哦。等一下回来。你还背了个小挎包，我都没看到。这个吗？这个唐风给我的，这是大长包，好像。这是犀牛。不是大象吗？大象，大象有脚吗？这是犀牛脚。哦，开始录了哦。是这样的，这个就是首先点了外卖，然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可能有彩排嘛，就点了外卖。然后呢，他自己吃了。然后我发了微信，我跟他说我可能化妆可能要花一个小时，你先等我一下。他没有看微信，那他自己吃。吃完就扔了，然后我上去进了房间，我就问他，哎，你们吃完了吗？他说是啊，我的呢？我说，哦，你没吃啊？我看他表情就是，哦，你没吃啊？是没吃啊？那怎么办？哇，所以我现在是刚好，现在是几点？我们是现在是2:50吧？你刚刚化妆完上来是2:30，2:40左右啊。对。然后我们是那个秀是5点开始的嘛，这附近就差不多也就2分钟吧。我们开车2分钟就有个哦呦，我们昨天吃那个叶子冰的那里，可有很多东西可以吃，我就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，因为我可能四点钟吧，四点左右就要回酒店准备，所以可能。不知道能吃啥，真不行的话我就吃个麦当劳吧，没办法，还不能吃麦当劳，因为 NPA 的赞助商是肯德基，我们要吃肯德基，肯德基啊，看看有没有，我猜，好像我昨天看了一下，好像没有，没有的话就偷偷吃，我不录应该就好吧，偷偷吃，其实我在外面吃什么都一样，只要不在赛场吃就行，躲起来吃是吗？躲起来，看一看。我们是不是快到了？快到了。我们快就走过来也行的。走过来太慢了。确实太慢了，可能要10几分钟吧。我们第一天不是走过去的吗？对，才10多分钟。天气好，但现在其实三点不是很热，还好我觉得这天气我觉得最好的。我这头发真的是这样都不会动的。哇，打了502胶吗？主要是昨天你知道吗？昨天，那个。弄完头发在外面拍平面什么的，然后风太大了，被吹的头发都烂了，然后昨天晚上开直播他们都跟我说那头发好丑，是谁帮我弄的什么，然后那是不是我的黑粉啊什么什么什么，我说不是，是一开始刚弄那个弄完头发就特别帅，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在那个海边拍走来走去，然后风太大就然后头发就起飞，现在就其实还好。这个我因为我今天跟他说，头发肯定要稍微他昨天就很用心的，昨天弄头发特别就是说很可惜。那个人应该昨天没有在我直播间吧？他昨天不会在我直播间吃瓜吧？我现在跟很多人来我直播间吃瓜，他不会昨天他也是 LPL 的粉丝，然后昨天不会在我直播间吃瓜，疯狂吃瓜，反正发现很多弹幕都在骂他，不好意思。道歉，这是你昨天弄头发弄得特别帅。我们是不是到了？到了。那我先吃饭了。哎 ，sorry， 我再录一个，我再说一句话，因为我刚才忘记骂那个人了。没事，我算了，我想了一下还是不骂了，因为到时候他看那个 vlog， 他知道我骂了他，到时候可能来找我。麻烦，算了，爱你。没关系，没错。你信不信？等一下我去那里进房间，然后他看他的麦当劳，他会不会骂我？他说：“那买个三样你怎么不吃？那三样好
吃的这么多，为什么要吃麦当劳？行不行？百分之百。是是是是，见证奇迹的时候。嗯，来了，开门。哦，人呢？他不会下去了吧？不会吧？人呢？嗯，我来。不会吧？你没带房卡吗？没有。我。嗨，我的卷头发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哦，哦，谢谢你。哦，亲一个吗？走啊，你去。哦，他是不是没看到？你看我买了什么？麦当劳什么？哦，你没东西吃吗？哦，这是你吃完了加了餐，还是这是你的午饭？不是，你这什么？你怎么变了？你是不是应该看到这？那个是不是看到后面有摄像头？对，后面摄像头，你就是装的。平时你不会这样子，你说，哎，你怎么来三亚吃麦当劳啊？你能不能吃个正常一点？但是三亚好吃的这么多，你怎么不说这种话？就说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有点奇怪哦。拜拜。Hello。要准备入场了吗？没有，我们要准备去拍照。既然深拍一点点照片，然后一会儿我会用金姑姑的号去拍一个户外直播。冲！住宝，住宝，我来了。装个好兄弟。对吧？又要装是吧？合法兄弟。工作了吗？工作时间，没有特别热，也没有特别冷，当然这是不会冷的。对，我觉得在海边好蓝。这样，哇，它会自己动的，这是为什么？跟着你动，这样不是很好。你是 vlogger 吗？不是。这么送货了一个还是两个？我们的活动即将要开始。你吧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要拿着这个东西开着边开播边拍 vlog。
和恶心一直燃烧，旋转的大脑该怎么抓牢，钻石闪耀刺眼的玛瑙，这道的关照的血色燃料，突起夜的躁动，沉落在夜空，风起连动，现实太过空洞，沉迷你的种种脑袋风风，唯有你的轮廓玲珑，谁能看清关于你的美丽，心里跟随你的轨迹，瞬间治愈鬼魅的窒息，让人无法呼吸，谁能抗住其他人在攻击，状态诡异，知识的证明，最真挚于是那种美丽，让人无法呼吸。You know I've been calling now for your name。外面玩的素材，那期待我们海南vlog的第二期。